他曾经四次打破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，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。就他有个称呼叫世界第一妖。哇，好能控制啊！我们从上到下都会，从下上不来了。我就把它固定在腰上，我都没办法。身体的不同部位可以同时晃，各转各的。哇，厉害！哇！哇哇！掌声鼓励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今天用脖子试一下，是稍微梗一点，然后把圈打平，不使劲扔。来一个！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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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！哎，爷有点猛。帆哥有点像古时候帆哥，对对对对。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。